完文件之后啊，接下来选择定位。定位意思就是说找到你加工的起点，找到加工的起始点，然后再选择走边框，看一下你加工的尺寸有多大。好，拿上来。水洞。然后水洞要打开 ，on 的模式。OK， 拿上来。开始。然后选择开始。